三月，各位阿弥陀佛，今天3月6号，我们来到一个大的红木区来做烟供施食超度，所以当然各位都知道，帮助众生才能够成就大乘佛教的目的，所以每天我们现在发起108场，这个应该算是第46场，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希望集合大家慈悲的力量，那么希望能够对整个众生世界法界尽一份大家的功德力，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是因缘所生法，缘起互相依存互相关系的，所以人的念头众生的念头行为一直在互相影响了整个世界整个法界，所以叫一切唯心造。所以如果我们有更多人一起来累积善业，以一个正确的清净心，一个平等的大悲心，当然最圆满的是大悲菩提心所做的各种的善业功德，当然善业功德不是你停止工作停止煮饭而我来修行，善业功德所讲的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起心动念，如果你用一个深信因果的惭愧心啊、忍辱心善良心平等的悲心乃至真实能够思维空性的升起的菩提心，那这样你在讲话走路吃饭做任何事情这个都能够影响世界，只是我们在一个浓郁慈悲的地方，各位你到医院你去关心病人老人，你去帮助穷人，你直接去参加法会，甚至你在道场里面修行，你去慈悲放生点灯念佛，动机都是为了要帮助众生，愿众生成佛的菩提心，愿带众生苦的这种悲心，乃至替众生的忏悔的这种愿力，那我们大家合起来的力量就非常的圆满。所以以这样的力量来点灯供水，来生活来工作来待人接物来面对生老病死，这个就是佛法的基本。佛法不是告诉我们哦，我们永远会健康会长寿事情会圆满，没有的啊，因为各有各的因缘果报，所以包括佛包括菩萨很多祖师都示现了一些业报，但是如来在定中无有不定时，所以佛他讲的是一个心态，他这样的心态符合了空性悲心菩提心在这种念佛念法念身的状态，而示现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功德，连他的呼吸都是一个功德，更何况用这样的正确的心态大家来广修各位所会的任何善业功德，守八关斋戒啊，放生点灯诵经啊，护持三宝帮助贫穷，这些都是。所以希望大家在现在社会有一点压力动乱，新冠肺炎乌克兰内战啊的战争乃至各种的不圆满的对立，那我想这个娑婆世界本来就是如此，特别南瞻部洲，人类的欲望有同忧，有想要更多，没有又抱怨啊，包括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有一些对立啊，你说我错我说你错，事实上各位要知道一切唯心造，万法唯识所现，现在你所得到的这些都是你的意识显现，意识不清净就不清净的世界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那每个人特别现在我们大家有网络手机，大家合起来的力量，你护持我我帮助你，大家一起影响。所以我想当然做烟供做实施就像我们去大河边海边去救护生命放生，我们比较有力量啊，特别现在在湖木区你会觉得哎呀，第一个你会体悟生死，我们哪一天也必须在湖木区那古塔里面，第二个哎呀升起悲心，那这些既然你看得见我来得到这个地方，那这些有情众生一定是做过我们的父母六亲眷属，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往生净土将来成佛，
而在此地为他们布施一罐水，为他们撒撒米，为他们啊做做烟供，为他们念佛诵经。刚刚我为他们念了一些仪轨咒语，啊，大家一起这样来作业，啊，特别现在今天是礼拜天，很多人我都知道，哎呀，疫情时间大家都往郊区啊，哎呀，去家庭团聚啊，啊，去逛夜市啊，去哪里？希望能够快乐一点，也让家人快乐一点。当然，在这个同时，大家也要号召我们这些不分宗教，但是却爱社会、却爱众生的这些有善根的，特别是人类有情，大家一起集合起来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所以，愿把今天的功德大家都融入，然后呢，大家也一起来回向整个法界啊。所以，来跟我念：愿以此功德，上供下施，各项功德，供养三宝，慈悲有情。所有功德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各位记住，悉发菩提心。如果修大乘佛教，我们唯一能够升起的，就是一个无我、平等、大悲的菩提心，来广修任何一个功德跟日常生活，啊，包括呼吸，这样子。才是在帮助社会，更能够净化这个世界，更能够减低整个世界国家的业报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各位不要执着在这个世间。为什么？尽此一报身，一个菩提心所做的任何的善业功德，包括日常生活，都发愿回向大家，包括我们自己，都往生净土，特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希望大家保持这个了解，对世间有厌离心。厌离心不是讨厌，不执着，但我接受业报来忏悔，但是努力的去慈悲去善良。但是呢，所有的功德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十方净土，然后将来我们才有智慧回向这个世界，才有悲心不退转回向娑婆世界，来引导同理大众一切无碍，希望大家都脱离轮回往生净土，将来成佛。所以海涛在这边鼓励大家一直努力。但是有人问我很多问题，他有那个感情的困扰、肉体的困扰、夫妻的问题、金钱的问题、官司的问题。各位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业。但是业来了，那要看你自己能不能有惭愧心，而且要思维空性，要思维空性。夫妻之间合不来，哎，甚至有人离婚了，你不要怪对方。既然这些功德如果够啊，你就可以看到真理，你就可以比较平静，你还不会退转。功德如果不够啊，就像你看了一部圆满的大乘的菩提心的经典，你只是念念经，有一些口业的善业，你没办法去实践。所以各位呢，多以正确的愿力消业障、积福报，让我们功德够，你就可以接近善知识，听闻真理，大家一起努力。所以啊，现在大家要嗡阿吽啊，把这些烟供布施到整个世界。嗡啊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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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嗡啊吽。三界清净沙，三有大悲客，充遍无尽时，一阵法性力，回向无尽藏，同生极乐国。嗡啊吽，烟供甘露，施食甘露，各项功德遍满世界，遍满法界。特别融入乌克兰，融入有疫情的时候地方，香港老人院、医院，有痛苦的人类众生的心灵啊，特别是地狱道、恶鬼道。所有被屠杀的动物、屠宰场都得到我们的善业功德，各位要这样的积极去广修福报。嗡阿吽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也感谢所有参与者、护持者啊，甚至你做了功德，融入这个功德来，我们互相感恩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